路吧，小丑为什么一定要画个大花脸？哦，这很简单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转化表演者的身份，让观众相信你就是欢乐天使。不信，你看看下面的影片，你就相信了。然后抓轮椅，然后让自己的轮椅碾过自己的身体。所以一个上班族就要让自己的轮椅把自己身体碾过四次，才能够上下班。把自己化妆起来，跟引别人注目的眼光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其实这眼光也没什么啊。可爱的艾莎。啊，弟弟呢？这是宝宝先送给你。预备起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哎呀，管，啊你那个会管哦？哇，啊这大根本就无多，啊就会。本来能够走到不能够走，那种落差是太大，就好像天堂掉到地狱一样。一般，要不然就横的一条这样，那就比较简单，不用再。做什么？哦，那这是一个火炬啊。这你们大概起码十公分高，我曾经在这里摔的。今年67岁的张世明，下半身完全瘫痪，身体被困在轮椅上的日子已经第45年。原来在胸椎第6节长肿瘤，哦，有个阴影存在。那医生就建议说啊，你这个肿瘤挖掉就好了。高医师，你跟我说回家努力复健，我很努力复健，为什么2年后我还是没办法站起来了？他才告诉我事实，说你脚没有手术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最恐惧的、最不安全的就是大小便失禁。哦，那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大号会出来，小便会漏尿，所以你宁可窝在家里面，足不出户。张世明偶然机会里接触小丑表演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很无力，哦，因为你的力道肌耐力还没有练出来，所以你撑不起来。那你最后是要能够让自己撑到啥？2分钟。张世明原本是建筑系大三学生，却一瞬间成为轮椅族，他自信心崩溃，封闭自己16年，直到历经差点丧命的胃溃疡手术之后，才幡然醒悟。那个胃翻脚就大出血，下面也崩血，上面也吐血，4-5个小时开刀完以后输了50袋的血，在加护病房的恢复室的时候，胃切除1/3。这件事情让我惊觉到说。啊，人生有几个16年？我居然16年窝在家里面无所事事，假巴困困巴家，假巴看电视，说不好听，假巴等死。我们准备用弓箭步上下突破，右脚先上，左脚在后面，左手再抓住这个。上面引体向上，用狗爬式的爬进去，1、2、3，避免身体拉伤，我们铺一张大的布或是塑胶垫，松开刹车，把轮椅抓起来，然后抓轮椅，然后让自己的轮椅碾过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一个上班族就要让自己的轮椅把自己身体碾过4次。才能够上下班。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从生命压迫里奋起的张世明，接受身体障碍，得重新找出路，更前往桃园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，传授生活自理的心得。但他骨子里最想教学员的，其实是如何面对恐惧。敲起来，对，感觉很怕，很怕，开始会很怕，没错。不会，没关系，他倒下去是在后面的。好，那有的是脚放下来，脚放下来移位，那我是脚在上面，还不会跌下去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拉回来了，拉到我的轮椅上，
一二三。哦，对，哦，你很厉害哦，马上就抓到这个翘点了，看，翘起来了，对，哦，好，点住，猛力向前，就过去了，稍微用一点力，就过去了。那在团体生活训练里面，你会看得到，大家都坐轮椅啊，对，然后他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哦，就有这样的一个，输人唔输阵，啊，输阵就歹看面。这样的心情在学习。这是粉条，这是彩绘。这个妆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妆，啊，这个彩绘艺术家的妆，调色盘。来，今年那个家乐福周年庆，来，小朋友，充气球，选哪一个？好，艾莎，艾莎哦，好，艾莎，可以，可爱的艾莎，里面的东西有十种的气球，还是这个角的给你，好，然后你把它按着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重要的是小朋友能够快乐，拿到气球就很快乐的感觉。透过气球，透过小丑，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。你的标签可能是坐轮椅的小明，就不见了。你最后变成坐轮椅的小丑，把自己化妆起来，跟引别人注目的眼光。这时候你发现，他其实这眼光也没什么啊，也许他是一个欣赏的眼光啊。他是蛮跟你赞赏，甚至有人跟你比赞，哇，好棒，哦，坐在轮椅上还能够扮小丑，很厉害，还会折气球，所以轮椅、小丑跟气球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。透过轮椅小丑折气球，抛开自我，投入与人互动的欢乐情境，张世明更因此考取桃园双北三地街头艺人证照。获至成果之后，迫不及待为其他商友们找出路。不要死板着脸，当你化成小丑，你还板着脸的话，那多无趣啊！你是要带给人别人欢乐，在这个气球的上面做个，然后这样就完成一只小狗了。再画些泪线，就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出现了。然后他会丢多少？丢10块钱吧。10块钱，这条球才1块钱，你要赚9块钱。从下午1点进入家乐福卖场，到晚上5、6点出场离场，你做4、5个钟头，大概会有收入在2000到3000块之间。那你做8天的话，就有16000到24000之间。工作8天有16000到20000之间，你就不虑说没有饭吃了。这个展示架上，为了避免脱落，我们也可以用画的，画个圆圆的，当然贴的会比较快。这样要搞定了。哦，好。这样这个产品，女娲，现在最流行的女娲。OK， 你把它挂上去。我们看到小朋友啊，或是学生，那就要赶快招呼他。可爱气球，哦，谁意打赏，来，来，我是小丑，小丑不愁，预备起，我是小丑，小丑不愁，耶！他常常都跟我说，要怎样做才能帮助脊髓损伤的朋友，或者说才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。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在我出社会之后遇到很多。形形色色的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张世明因为自己是生长者，
所以愿意设身处地倾囊相授。但身障者想自信地走出家门，还需要环境设施配合。他从2018年开始担任公益组织的志工，踏查全台景点的无障碍设施。哇，到这里都设计得很好，但是我这里就下不去了，因为有两个阶梯啊，边从那边也可以看得到，这个阶梯是不友善的。对障碍者的话，没办法来去自如。这个沿完的四线道的道路，没有行人的穿越道让我能够穿越过来，这是蛮危险的。哦，然后我就请求就在对面的警察局能够协助我穿越。警察大哥，坐下哩，坐下。不只是轮椅的朋友，行人也是一样。要穿越这个四线道的这个环状的道路的话，是蛮危险的。好，那这样对一个障碍者的话，要享受这些游戏的空间的话，是很大的一个困难。无障碍环境，似乎政府都已经做得很完善了。我有个疑点，哎，我今天要去到明文寮，或是我今天要去到东门城，我可以过去吗？这个地方轮椅进不来，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上楼。那这样子的尴尬，这样子的不方便，我那时候就跟小明老师说，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改变？这几栋啊，一栋、两栋、三栋、四栋、五栋、六栋、七栋，迷魂嘞！随着年龄渐长，67岁的张世明进一步体悟，身障者现在面临的问题。其实未来每个人都会遇到。我在太阳下低着头默默的工作，这一把豆变过来，期待有一天你会发现。然后我说一二三准备上去的时候，没有帮我上去，你再帮我扶他。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哎，去寻找幸福。一抖，不是不要生气哈，启动。今天就是要教老人玩气球，我今天已经教他们做熊大跟拉拉熊。各位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小丑小明又来了，我大概来了几次了？5、6次有了。那个你要跟那个小明老师说，小明老师。哦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好不好？这样就能够消很多的业障。我们老人家的动作没有那么快哈，因为我们这里平均都是80岁左右。年龄最大的是几岁？96岁。谁？这一位。这一位。我们还有一个101岁的。101岁了。除了这个动作以外，嘴巴的那个协调也要斗在一起，他才能够防止失。一，比。压压哦，安尼压，安尼会不会？来，备起，一比压压，一比一比压。举高，当老人家能够举到这么高的时候，抓头花，拍苍蝇，吃饭，抓耳朵，都做到了，那减少我们照顾的麻烦。举手的叫做。拉拉熊，对眼睛要靠近一点，这样靠近一点，这才叫这是叫什么？熊大。要帮老师忙啊，老师哦比较忙，而且老人家也不听话。老黄桶差不多，老黄小了，蛮好玩的，一坐坐了又爆掉了，很好玩。他的台语很溜，就让老人家很容易就接受。然后因为那个造型气球是一个很讨喜的，那让老人家觉得做的这个东西有成就啊，又动手又动脑。好，这样就会固定了，有没有？45年来，张世明从半身瘫痪的幽谷里站起，他体悟到，若能缩小看待自己的眼光，转而以积极行动关怀别人。反而是找回自信心的关键。可以做3个到5个。
者之间，就可以成为三瓣花跟四瓣花、五瓣花。OK 啊。原来小丑散播的快乐是建立在爱的行为上。嗯，真的是这样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来脸书留言或分享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是陆拔陆光潮，我是小布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星空下有了天雨，星星不不打湿，当一天不知道夜里超人物。